朱元璋六大誓言都有谁？个个都是实力高手。六高强高强男，1955年1月23日出生，现任鸡西市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曾是第八届黑龙江省人大代表，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，鸡西市人大代表，鸡西市名人协会会员，鸡西市拔尖人才，鸡西市科教兴市带头人。2007年第十刘伯温中饰演朱元璋五胡军胡军。1968年3月18日生于北京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。198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，1991年就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，从事话剧表演。1997年凭借《东宫西宫》获得意大利 TAONTMA 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。2002年凭借电影《蓝雨》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的男主角奖，入围第38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2003年参演张纪中版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，饰演大侠乔峰走红。2006年参演《楚汉风云》，饰演项羽。2007年参演《西安事变》，饰演张学良，成为荧屏硬汉形象的代表。2008年参演吴宇森导演的电影《赤壁》。2013年主演民国年代剧《像火花像蝴蝶》，再次出演硬汉黑帮人物段少荣。2014年主演的电影《救火英雄》一月上映。2015年7月3日胡军加盟湖南卫视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季。四、张铁林。张铁林1957年6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后毕业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，昭明电视电影人，现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。张铁林80年代初赴英国留学，90年代初加入香港电影工作室和卫星电视中文台，参加了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拍摄。1996年转入凤凰卫视主持电影专栏。1997年导演故事片椅子。1998年拍摄轻装宫廷剧《还珠格格》，并饰演皇阿玛，为广大观众所熟知。2001年开始与张国立、王刚形成铁三角，主演了系列古装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等。2003年在金庸武侠剧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杨逍。2006年主演古装喜剧《铁将军阿贵》。2009年主演电影《白银帝国》。2012年在革命史诗剧《红军东征》中是毛泽东。2005年出演朱元璋除恶下沉舟中朱元璋一角。2005年被聘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。2013年担任世贸联合基金总会荣誉主席及形象大使、香港佛教文化产业形象大使、三报国安报国安。1946年6月4日农历5月初五出生于天津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。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音品学兼优，而留校任教。1994年因出演 CCTV 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曹操而获得火飞天、金鹰男主角双奖。1997年在电影《鸦片战争》饰演林则徐。2001年领衔主演《真心是吴登云》。2004年在《如此多娇》饰演林然。2006年在《少林寺传奇》是方丈。2011年在电视剧《风和日丽》中饰演尹泽贵。2007年在《大槐树》中饰演朱元璋两陈宝国。陈宝国1956年3月9日出生于北京。197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作委员会荣誉会长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演员委员会副会长。1982年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，并凭借该剧获得首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。
1986年在武打片《神鞭》中饰演混混玻璃花一角，1990年的剧情片《老店》中扮演全剧的掌柜杨灵泉，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表演学会奖。1995年主演历史剧《武则天》，2001年因在家族剧《大宅门》中饰演白景琦一角而获得2001年度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观众最喜爱的优秀电视剧演员奖。同年